高雄军啊，伫人渐渐到某一个程度、某一个年岁时阵，啊，往往拢会回想啊，伊一生一路行来吼、哦。其实，咱的人唔是一个真孤独的一个动物，咱是群居吼、哦，咱有家庭，咱有啊同学。啊，咱有教会的朋友，咱有社团的朋友，所以咱是一个群居的一个动物，的一个的生态。所以伫到某种程度的时阵，拢会去回想讲，咱一生一路行来吼，不管顺境逆境，不管是坎坷，还是啊真正的平坦，咱拢有拄着真济的在贵人也好，还是讲恩人吼。恩人吼、哦、来甲咱斗相共，那无咱这条路有时真歹行，有时会跋倒，有时甚至会受伤，啊，有时甚至会失志，有时甚至会灰心。所以我家己最近吼、哦、啊，因为回想讲，这七十多多年吼、哦、啊，我一生有真侪我爱感谢的人。当然啊，因为我是第五代的基督徒。所以我细汉生出来，我就是因讲生伫个教会，啊，长伫个教会吼、哦。所以我有几个即个教会牧师吼，对我安尼真正哩安尼照顾，信仰个造就，啊，鼓励我参与一寡即个有意义个事项吼。所以我小可要先为即个讲，我细汉时代，甲我来美国，我拄着有两个吼。其实是足侪足侪牧师啦吼，但是有其中有两个对我一生影响真大。头一个就是我出生就开始，阮老爸老母拢伫个台北，吼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111号，我拢还要背这个啊地址吼。相连台湾基督教教会吼，啊，迄阵啊，一个牧师真出名，叫做陈奎准牧师，奎就是这个哦，咱这个。溪水溪水的溪吼，啊，俊就是迄个刘公俊的俊，一个土一个川吼。但溪俊牧师吼，伊伫乡间教会吼，牧会超过50年，啊，尾仔才退休。啊，阮迄阵伫遐吼，因有这个牧师，啊，我得到真济，比百间教会的牧师，我感觉讲，搁较济的信仰，真正哩扎实的迄个造就，甲培养。另外就是讲，阮这个牧师，伊主张讲，人基督徒，唔是讲干呐，安尼秘伫咧教会内底伫遐待咧，啊，俄罗上帝啊，伫遐咧，咧感谢主俄罗主人尔，你爱行出去，将你享受到基督的福音，啊是讲，你照耶稣基督的教示落去行，你有真好的家庭生活，真好的这个社会。诶，接触甲生活，你爱将遮个搁甲一代一代传出去。所以陈奎准牧师伊毋是干呐教讲道，伊足够唱歌，伊是真正有受声乐训练，也捌伫个啊，迄阵啊日本、韩国、台湾，因拢有捌伫遐有用伊个声乐伊个即个音乐造就吼，啊配合伊个讲道啊来培养真济人。啊，我这个人我一生啊加在阮老母。是学钢琴、甲声乐出身的，所以我细汉我就是足爱唱歌，啊，我的歌哦，唔是即卖咧讲话即个骚声，哦，这是已经拢用啊真真真啊，我顶摆声真水，所以我初中就开始会晓唱意大利民歌、奥索雷米奥、山塔鲁基啊、归来吧苏联多，哎呀，唱德国的这個、哦，也是歌曲，但是我初初受到这个啊陈奎准牧师吼，我感觉讲就是。伊真伫乡联教会阵真注重这个圣歌队，所以乡联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圣歌队吼，因讲是伫台湾几啊百间吼，有到尾有超过要200,000信徒的这個教会内底吼，算讲圣歌队常用的吼。第几名我唔知道，但是就是伫遐我有迄个气氛。啊，陈奎准牧师伊常常吼照迄个 occasion， 哦，但即马是要来庆祝哦人的金婚。伊就迄个较适合的歌，起码是要送人去到上山机场，迄阵啊无中正机场吼，哦要去啊，要出国留学，还是讲
要离开的时阵，去台北车头，啊，就咧唱这个哦，咱这个啊，圣诗的这个送别的歌哦，啊，所以啊，阮伫遐受到陈国准牧师的影响，伊予我知影讲吼，咱基督徒唔是干那伫咧内底家己咧啊，咧拜灵，啊咧灵修，啊咧享受主内兄弟姊妹信徒迄个交杯快乐。你若行出去去伫外口，去超找拯救失丧个妖魔的人，所以阮陈国准牧师伊迄阵就实际带阮去泰国病，就是麻风医院哦。迄麻风医院是你看落会惊的人，啊，有时啊去国间做伙食饭，哦，迄个较惊，哦，惊讲遐个蚊啊，若叮到因的下肺，啊，过来叮我就会传，啊，是讲好神。但是阮拢无嫌遐一切，阮去甲因做伙唱歌，做伙吟诗，做伙食饭吼，啊，拢受陈国准牧师有即款的即个啊，甲阮培养。另外，因为双人教会圣歌队啊，真受欢迎，所以阮也捌去转道去叫做音乐旅行，也捌甚至去甲配合去音乐旅行吼。伫遐就是伫信仰造就，甲讲出社会。去关怀这趣味性的一个哦，细汉我都有这个。来到美国1972年，我来美国啊，阮伫个台语福音教会，伊个首任牧师是高级教牧师哦。但是三年了后，1975年，就是一生影响我上深的牧师，叫做刘富利牧师啦吼。为75到即阵吼。1975到2000年，伊离开福音教会，伊阁进一步去开创大福神学院。以前伊拢是我的牧师，所以就是讲有超过25年是真正是我去去跟教会以外主任牧师。但是真好运啊！伫个即个主任牧师结束了后吼，我甲伊阁较亲，因为阮后生吼煞去介意着伊的查某囝。哦，啊！伫个安尼百般追求之下，吼、哦，啊，拄啊老牧师也知影，捌我25年啊，吼、哦，做人什么款，还是讲家境什么款，大家也拢普知，所以伊也真赞成，真祝福，所以我阁加做伊个亲家，到即阵，吼、哦，又阁做要20年，所以即中间受伊个影响，吼、哦，我会记得我75年拄啊，啊，伊迄阵啊，拄啊研究伊拄毕业，吼、哦，啊。即、这个老牧师看着讲，迄个时阵，为台湾来的即个合作小留学生一大堆啦。因为70年代的初期，台湾都被踢出联合国。啊，台湾本来伫联合国，毋是干那讲会员啊，尔，伊常任理事国的会员咯、哦。即、这个溃煞去予中国大陆无代无志，甲咱占去，就是引起巴结就。一个在非洲教会较弱小的，非洲教会的国啦吼，非洲国，吼非洲的国，诶，联合国的会员，啊，就是讲，伫个联合国，大家举手，因也赢人，所以台湾才感觉讲，唯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比代表中国，才将咱诶迄个常任理事国诶迄个咱个 membership， 啊，甲咱诶所有诶底下的管理拢去予中国摕去。所以台湾变作孤儿啊，世界孤儿啊！咱联合国即要挖200国吼，百外国拢是联合国，台湾竟然煞退出来。所以迄个时阵，真济长辈也好，咱讲阮爸母迄个时阵嘛，看唔是济台湾上江路本来足大地，有几啊间老厝卖卖吼，啊40几块美金换一块，来到洛杉矶吼，啊有诶家庭诶囡仔。哦，小学、初中、高中就带来美国，讲伫台湾，但毋知当时会叫中国去摕去。所以迄阵小留学生真侪。老夫李牧师看我吼，因为我也读教育，也读音乐，啊，佫不只有即个引带即小朋友的能力，所以伊就叫我甲一个我的学长叫做杨建民吼，杨建民，伊是圣歌队指挥阿姨啊，甲我同款伫阿朱萨巴斯菲卡勒，即嘛变做 university 吼。因为我大家真好势，所以阮两个就成立初第一个小留学生的团体哦，叫阿弟下来关心小留学生
哦，少年团之后，甲养个到就甲因个大学，啊，阮初初有踏入去即款个即个服侍，哦，啊，再古早我辅导个吼，栽培个吼，再吼，差不多90%以上啦，拢比我收入较济啊，比我成就较悬啊，吼，啊，咱袂青出于蓝，你也欢喜啊，吼，青出于蓝胜于蓝，嘿，我会欢喜讲。咱栽培的人比咱国外有诶律师，有诶医生，有诶伫社会做真好诶生意，吼、哦！啊，伫教会服侍嘛是做甲长老执事，所以这就是老夫李牧师对我诶一个影响。搁刷落去，伊看我讲诶、欸，啊，我嘛是拢会唱歌吼、哦，啊，我有时会唱歌，搁兼广告，啊，唱歌搁兼讲见证。刷迄阵啊，阮拄啊，福音教会搁有两个真好，足爱唱歌，歌声比我搁较有，一个就是。台湾电视台足出名的双燕姐妹，诶妹妹哈，伊拄啊来阮福音教会，啊伊诶生活过程当中，伊个后生吼生出来，才三磅几啦尔，啊乖乖栽培，乖乖养，甲变作正常大人安尼吼，所以以后真好个见证，吼啊甲老夫李牧师诶小弟，我做老夫做，吼我。伊个歌声足好个吼，啊！伊也家己自弹自唱个弹吉他，啊唱台湾民谣，唱西洋民谣拢唱。所以阮三个佫加一个真牛弹琴替阮伴奏。无论我弹甚物歌，唱甚物歌吼，伊一听落，伊有迄天才，伊拢会我都家己伴奏。即个叫做伴世安吼。可惜伊伫个英年早逝，40几岁时阵吼，都安息主怀吼。但是迄阵啊，阮拢有真好个合作。所以，阮组一个叫做台福民谣见证团，唱民谣、唱圣诗，啊，去全美国各地所在，甚至到尾去加日本、科斯塔瑞加，啊，去加吼加拿大，真济所在吼，弄去啊，用唱歌、民谣，都予人去想到咱台湾故乡，啊，为地面上的故乡，就去想到讲咱永远的故乡，就是天顶的祖家，所以。因为安尼啊，有人来信主啊，所以老李牧师伊个即对我的即个鼓励甲栽培吼，阮前前后后即几十年吼，差不多有成百场啊，即个真正的即个民谣见证团伫个达拉斯、伫 Toronto、伫哦 Costa Rica、伫东京、伫多位拢有。到尾啊，进一步1989年啊，陈国忠牧师唔是老李牧师啊。伊就知影讲，我较早伫台湾吼，嘛拢有，阮有组织男生四重唱，啊，拢有去台视去演唱，啊，我去即个就是传播协会吼，伊嘛有电视节目，我嘛拢有去演唱。所以伊就鼓励讲，啊，咱就既然，比讲全美国拢足出名吼，甚至佫出名到中美洲啦，到其他所在。所以阮咧转就甲洛杉矶、南加州吼。为一个亚洲电视台郑佩佩伊所主持的吼，甲组一个时段一礼拜哦，吼，甲他组一个唔知几十分的时段吼，啊，创一个啊电视的宣告节目。宣告节目唔是讲哦一个牧师团采采伫遐啊讲几波讲几工，唔是安尼。都爱阮有音乐啊，我编一个短剧。诶，20-30分要编短剧无简单嘞吼！啊，我家在拢有受这款的栽培，这款的训练，这款的实际 practice 啊，所以阮有半年哦，1989年吼，为7月开始吼，到年底拄啊有26集吼，啊有做长辈的关怀，啊有做小留学生嘞，啊有做残障、智障、心脏吼，真侪在吼，在关怀，啊甲真侪在。哦，编真侪在世界名句哦，陈宇公有一个真出名的短篇小说，叫做《最后的一片落叶》哦，这是这个 O. Henry 所写，足感动人的这个，啊是讲托尔斯泰某一个短剧哈、哦，就是讲啊你一个人啊，伊去关心一个上趣味性一个哈，伊、拢用这款的短剧啊，我家己罗编做台语哦，啊，阮底下有。真轰动哦！哦，特集因为18台迄阵是无线电视台，所以对3D 到 San Bernardino 哦，这
加起来差不多整个台湾那么大的很多在电视的观众都看得到。啊，还看到之后，我们那时候的大学有一个牧师叫做蔡林牧师，现在安息主会，他也觉得说安息没菜，所以我们就又大量制作copy， 那时候是 VHS 的那款的，一地那麼大地，但是做出来之后就分散全世界的教会也好，但是我在台湾吼，我在台湾小小的中部病院，也是讲伫真济的聚会，人拢放我这个节目吼。所以就是讲，因为老夫李牧师甲蔡林牧师因有这款的远见吼，电视出去了后，啊，蔡林牧师建议讲，咱都要来甲制作这款的吼。蔡牧师即嘛是已经受主强调，但是我感觉讲，在这中间又参与伫这吼，嘛是做真好一工吼。当然，主要是蔡林。老夫李牧师以主要的伊个远见，啊，伊佫加工去说吼。我咧说伫个亚洲电视一礼拜干呐二三十分吼，迄、那个 air time 当然伊会派人来甲我翕啦吼，但是编写吼啊编辑拢我的，4500美金呢，干呐迄几十分咯，包括制作，包括4500美金，所以台。阮真侪甘心的长老，丁兆生长老、高浩水长老，甲阮大兄陈传义长老，足侪长老吼，我无法度一一列出因的名，大家去听咧，才有够予我来去吼、practice 甲装载啊，甲锻炼出去吼、哦。啊，当然到尾啊，这个因为这部吼，北京话叫做“天涯若比邻”吼、哦，啊，台湾话叫做“何处比”。有这个开始了后，我受到这款的造就，所以我才阁进一步。柯碧龙先生伫个1993年、1994年迄阵，伊伫台湾做一个要创办一个卫星电视，迄阵有无线电视吼，是拢台视、华视、中视，其他无管道。到尾啊，伫个1997年才开始讲有第四个这个无线电视台，啊，才因为民进党啊已经较茁壮啊，才尾啊李登辉才。将迄个第四个电视台民视无线电视台，才好在民进党绿吼绿的为主吼，张俊宏啦，再郭信良、郭碧良，因在余承岳因吼民视到尾啊，我嘛尾啊担任民视当处长特别助理。但是1994年，郭碧良甲我甲张俊宏，到尾啊有陈宪宏，阮都去创办一个叫做 CBT 就是专门。卫星电视吼，所以 CBT 的全民卫视吼，啊，迄阵啊，就是讲我有登去，柯碧龙讲，你若要插，你就爱带美国的房地产公司的种暂时放掉了吼，你就等下你遐代表吼，啊，咱一心就是来做这个，把这個唯一会当民进党党外会当抗衡台视、华视、中视国民党控制，虽然是到尾啊，李登辉做总统。啊，嗰是国民党控制，阮这个 CBT 全民卫视早民视两年都伫遐开始咧开播啊，吼、哦、啊，初初因为咱请袂起遐名主播，请袂起遐名主持人，所以遮个人所有的工作，我担任一手包办，吼、哦，我午间新闻、晚间新闻、台语，但是北京语我较含慢，所以台语就请较水、北京语较牛的女主播。但是我的当家主播是台语哦，所以我台语是，因为我细汉就是伫长老教会吼，阮拢读台语圣经、唱台语、唱台语圣经、读台语圣经，所以我台语吼，登去台湾吼，我家己也阁自信讲，到即阵是数一数二，台语足清楚，阁会当真流利讲出来，吼，而且主播兼主持人，吼，所以这些拢是因为老李牧师先甲我，互我一个即个 vision。我有 practice， 我 practice 了后呢，柯碧龙佫特别叫我等于创办了，伊也信任我，伊专做国大代表哦，所以伊也无闲讲，规日拢蹲伫个迄个公司，个公司等于就是讲由我来划拨。当然，张俊宏第头啊是张俊宏做董事长，尾啊陈宪宏，但是实际伫遐咧管文字的吼，管在。叫做新闻部、甲节目部、工程部，差不多拢是我伫遐咧咧斗相共，吼、哦，所以因为比量安尼，伊也是有一个吼，互、哦、我有一个，敢若讲真大个即个
去发展的空间吼，去 practice 的空间。在迄个当时呢，都啊，生逢其时啊，台湾都啊，所谓地下电台，地下电台不是怎样？阮太太是讲啊，你拢伫地下室咧创，不是，是 underground， 就是讲政府派予你接招啦。国民党的什么吼，因为电台吼。广播不是这个广，不是这电视出来吼，就是讲 radio station。那国民党诶拢合法吼，比如说我个胡志强、宋楚瑜拢捌做过新闻部啊、新闻局啊啥，拢摆互阮，所以百几台伫台湾南甲北百几台地下电台吼，吼伊拢摆互你 license。啊，伊 from time to time 伊要甲你抄台吼，规转台湾吼，百几台拢抄了了，但是咱大家也有本事啦吼，咱吼。训练家讲，迄主机啊，发生迄主机啊吼，铁甲就着天去哪走哪赛，走去阳明山，走到位啊吼，哪赛哪走，都搁咧广播咧。吼、哦，所以迄阵啊吼，我会记陈婉珍啊，吼、哦、咱后摆我会专门讲陈婉珍的女剑吼，即个伊嘛是性情中人啊，甲我也真好吼。啊，顶摆伊的前夫张伟嘉嘛，甲我足好个吼。迄、哦、以后我再搁讲这两个人物，我足尊敬吼。哦啊，所以完全迄阵啊，伊啊成立一个叫做独立放上头啊。伊这个人就是讲，我要做就做，你惊着的。我是要独立的啦，我放上头就是要独立的啦吼。所以大人拢叫做立即和平啦，即算落较 soft。啊，完全伊的个性就讲，要做就做，你惊。所以，这个电台叫独立放上台，搁伫山林埔。啊，伊。啊，知影我，因为来美国洛杉矶足久，知影讲我的能力啊吼。伊讲阿亮，这电视台吼爱靠你啦，所以早起七点到八点半吼，第一炮你爱来主持。我讲诶、欸，拜托王金啊，我九点就准时爱去到我甲比荣迄个公司叫做 CBD 全民卫视，我一做做到半暝啊咧，哦，啊你叫我透早山林埔搁搭车。我也袂当坐巴士啊！我迄阵领台票，毋是领美金。伊讲无论如何，你著来才讲啦。所以我透早吼，为着要赴七点，我走五点外落去，六点半就坐计程车，因为惊有时塞车。嘿，迄计程车钱我惊死人嘞吼！但是为着完整的这个吼，伊的气壮啊吼，所以我今仔主题就是讲有一种恩人叫做知遇之恩，伊知影你的。才智伫倒位，伊知影你的能力伫倒位，你会当发挥的伫倒位。伊伫这方面，伊甲你栽培，伊让你有迄、那个伫遐咧发挥咧春家出手的空间，吼、哦。所以我讲，陈奎俊牧师、陈老夫李牧师、柯碧良、陈婉珍，吼、哦，拢让我有足大的。你想讲，达人呢，一年无休，吼、哦。有啦，礼拜休困啦吼。我安尼无几啊年吼，当然地下电台是到尾啊，走一两年就拢消失无踪啊吼。但是到尾啊，拢有转型。我尾啊，转去到尾啊，佫有一个佫发挥佫较大个，就是叫做民视啊。最近闹个足厉害民视，迄阵啊，蔡东营拄啊创办期间，伊是董事长，到尾啊做甲伊过身了，无伊过身个前啊，伊就退任哦啊。换一个哦，因为是民进党德高众望的一个哦，咱尊敬的人吼，老前辈出来做董事长，伊同款阁用创办人的身份伫遐咧关心吼。啊，蔡宗元迄阵啊，伊初初咧办的时阵吼，倒是讲咱对真正的这个无线电视台要怎去 practice， 啊，要怎去操纵，在大家的人的薪水偌济吼，真济。因为我都已经甲比荣咧参与啊，我也有甲其他国台拢有联络，所以我加减较了解。所以伊到尾伊就讲，无阿良你创办的最后阶段，你来做我的董事长特别助理。啊，迄阵啊，伊也有想要去甲柯信良拼这个民进党党主席选举啥的。所以因缘际会，我有一段时间我去做哦蔡东营的董事长特别助理哦，啊，当然作为创办。真正要开播啊！一差不多几年哦，吼，几年啊！真正要开播的时阵吼，啊，迄阵民视也开始，因为要开播都有真侪利益，啊，真侪在吼，安尼人事关系就对啦吼。
啊，我有感觉讲，我这个位置吼，诶，有人会感觉讲，安尼有想要恰人去就对啦吼。啊，我这个人是足不爱讲，我著甘愿做工课，做几点钟拢无要紧，我不爱讲了伫迄个人事斗争中间吼。啊，所以我就去甲蔡同仁讲，无你让我回去美国，啊，我卖讲完全离开民事，我回去美国做民事驻美特派员。啊！我美国我足熟，我伫遐待几啊十年啊！啊！伫美国我嘛捌做过媒体啊吼，所以当然感觉讲安尼也好啦，两全其美。咱这民事当署长特别助理，尾也是一个小李，林老板啊吼，我做陈正秋啊吼，尾啊伊是伫美国就甲当然足好啊，当然足出色的吼，转去咧去做哦，伊个当署长特别助理。到尾啊，听伊讲无偌久啦吼，我预测会讲会有。因为开始 practice 就绝对有斗争嘛，哦，尾仔听讲就杨宪宏事件，哦，啊了后够真济，到最近才啊够这代志吼，迄我无介了解，我已经来美国啊吼，所以伫美国吼，我够有一个更加大的空间，哦，就是讲驻美特派员吼，虽然薪水领代表换做美金吼无通生活啦，哦，加在我够啊巴托租人、租人啊啥有诶无诶吼，所以。在这中间，因为我有一个 title， 哦，咱讲特派员吼，比如说那干那特务啊，吼，啊是讲啊讲小记者，其实英文叫做 correspondent， 迄是特别是那电视公司的 correspondent 哦，无简单嘞。所以迄阵啊 ，Jennifer Lopez 吼，也未盖大尾的时阵吼，伊拍一出电影叫做 U-turn， 哦，咱就买个 U-turn 哦。啊，迄阵啊导演是 Oliver Stone 的大导演哦。所以伊做伊为着要宣传吼，搁较侪国家来看来迄路吼，伊台湾的部分伊无选台视华视中视主洛杉矶特派员嘞，选我这个民事，看老民事啊，和我去 one to one 甲 Jennifer Lopez interview， one to one 甲 Oliver Stone interview， 啊了后因为遮带动吼，大家拢小我知影我有我这个人物，哦，所以有一摆。杨传广病危的时阵，哦，伊嘛讲都爱甲叫杨传广一生上好的朋友嘛是一生上好的劲敌，哦 ，Rafael Johnson， 哦，强森石像，哦，诶，铁人石像诶比赛中间 ，Rafael Johnson 冠军啊，伊唔知银牌啊铜牌吼，反正就是讲，因是港老师啦，瑞尔吼，做因的港师傅啊师傅当然。哦，伊也听杨传广啊，听瑞尔吼，啊，当然，哦，听这个吼，啊，但是我相信，那美国这个人摕到思想权能，美国可能较悬啊，所以心内内心我唔知啦吼，啊，所以到尾后就伊这个师兄去摕到冠军，啊，杨传广病危时阵吼，伊甲这个师兄真好，所以平时讲，你爱去甲，采访这个吼 ，Rafael Johnson 啦吼，啊 ，Rafael Johnson 吼 ，B 一队也无人知，因为足久无这个人，伊其实伊是伫号做迄个奥林，就是讲残障的迄个奥林匹克啦，对啦吼，伊伫遐做义工，啊，台视华视足济啦，真济什么，大家拢要找这个人，伊一概无甲你回，哦，啊，大家想要搞一摆、两摆、三摆吼，都办大个卡吼。我这人就是偏偏不死心，我甲卡二十几通电话，我过迄阵啊无什么 email 啥拢无啦，我只用传真吼，一下就甲传，一下就甲传真嘛，传真二十几摆。哎，讲诶，人大家拢围住啊，干来你这人在这，也煞好奇想要见我。伊讲，嘿 ，Are you crazy guy？ 我讲呀，我是 crazy guy。我讲，我若无甲你采访到吼，我也无 job。I lost my job. He said, "Are you kidding?" I said, "Yes, I'm kidding." But I'm so eager to talk to you. I want you to talk to CK. Oh, Yang Chuan Guang 做 CK. Oh, 啊，你伫电视内底，你爱甲 encourage him. Oh, 啊，伊讲啊 ，in that case, 哦，你会使来，但是 one condition 啦，你未使甲其他人讲我伫倒个，若无我会咪甲走无路。连你我都不爱接了，哦，你呐去敢去报别人，我伫倒位吼，连你都恼恼死人呢，所以我就只好就是讲，
道德上就感觉讲无甲大家咱拢同志啊，对无？啊，大家都揣无路，啊，你载你点点啊去。但是我就信守承诺啊，哦，所以我转家己去。所以迄摆是我独家采访，我变甲卡夫斯底下骨路大吼，啊，几分钟尔，伊讲我跟他 15 minutes， 我讲你若会晓讲 15 minutes is long enough， 哦，伊讲。我唔知要讲啥，但我讲我心底的话。哎，我一镜头就开始，我甲比如讲五四三二一落去吼，我使到电出来呢。哦，我一想到 ，Come on， 师哥 ，Hang in there，Hang in there，I know you can make it。啊，目屎都淋落来，啊，就哭出来。哦，干那这段吼，我讲你唔免十外分，干那这段吼，真正到尾翕这段吼，有啦，伊有要我讲一寡话。但是咱个加加的，就是加这段去哦，在加护病房的杨传广哦，伊个计划十个月，你知无？伊叫伊，伊这啊伊个政敌啊，但是也是伊个师兄哦。杨传广个计划，我会记得是十个月几年哦。所以我想，我做驻美这派人，也有这款趣味的代志啊。采访足济啦，包括讲真道教哦，迄陈恒明迄哦，真济里国国的吼。哦啊，佮当然，我也要提起最后啦吼，提起讲，伫台湾音乐界吼，其实我读国立艺专音乐科声乐组哦，但我声乐啦音乐我拢唔是很杰出，我主要坦白讲吼，我唔捌变做演唱家啥，但是我拢去演我的歌声去，吼去民谣见证啥呀。但是在台湾的音乐，我还有一项，会感觉讲淡薄仔功劳吼，就是。我有两个恩师，一个叫许长惠，一个叫史维亮，因两个都是台湾，去台湾各地啊，山地也好，客家也好，啊，河洛人也好，参政也好，哦，山顶也好，拢去采集台湾民歌，啊，家整理起来，哦，录音带、录影带，啊，才配合讲文字，都要有人写，因为我的文笔不错，所以。许传惠甲史维亮讲写的部分你去写吼，所以我会记得我这吼已经无卡别几啊摆啊吼，台湾民谣采集日记啊，哦，这连续15天呢，我对史维亮啊，甲迄个骆维道教授吼，啊甲有陈茂轩啊，够张大胜的款啦吼，反正我大部分是我甲史维亮做伙吼，15天吼，后去甲阿里山，后去甲。迄东石迄个上界安参政的迄个渔村哦，啊去遐采集哦，即分做足侪段啦，拢总几啊十页吼，都十外页吼，即拢逐日的日记哦，我逐日的日记我拢去甲分类吼，我拢有分类讲啊，即个是属于南管啊、北管啊，属于啥吼？当然即已经卡皮几啊摆，我迄个正本吼，因为搬厝煞找无啦吼，就是讲我。有甲许长惠、史维亮有去做这個，音乐较专注讲属地是虾米啊、虾米啊吼，迄是因这真正音乐家因去创的。但是至少一个日记文字方面吼，我也有这款的这个，吼，敢若讲淡薄仔贡献安尼。所以我咧讲今仔日我这个主题吼，就是讲在你的一生当中吼，有一挂前辈，包括我拄仔咧讲电视中间。哦，我较无去讲到，就是讲陈胜宏甲张俊宏，迄因两个就是阮 CBT 全民卫视前后期的董事长了，啊，因嘛拢，因若无因两个去靠钱，当然我嘛到去倾钱了，但是因两个出上侪钱，陈胜宏是真正伊是开银行的吼，但真正讲为个当底提出来，伊是去比张俊宏较侪。啊，张俊宏迄阵啊，伊伫南投吼，伊是选区是南投，我拢去南投找伊个条仔卡吼，啊，为数十万到500万到1000万吼，拢是借伊个名啦。我是干呐讲，我着俊宏派我来安尼吼，所以我是讲，我一生当中吼，若准有淡薄仔贡献吼，啊，应该都是借个，所以我尾后我有伫个一本册内底，我写讲我个性命，这是阮。逐礼拜做礼拜，若要现金啊，奉献咯，拢会像讲我的生命献乎你吼，啊，甲我的钱银啊献乎你，啊，我就将我遮的吼，讲阮去民谣见证吼，这就是
我甲我拄仔咧讲讲即个黄宝仪吼，啊甲老副座吼，啊甲即个潘世安吼，啊我也捌伫台湾做电视节目吼，啊我也捌关怀过即个吼，即个视障的音乐家，即个是其实我去甲挖掘出来吼。因本来台北双年教会有一个叫做西罗亚。西罗亚盲人合唱团啊，慢慢来洛杉矶，我甲安排吼，来美国演唱。啊，这个朱万花吼，伊教育程度不高，但是伊足有天分，所以我甲训练，唔是干那讲伫电视唱歌、电台唱歌，我阁甲带去介绍吼，这个谢长廷，这个绿色和平，讲你这人足够主持的，虽然伊目睭无看，啊，两个吼，迄阵啊，甲我交情袂歹，真正互伊逐礼拜有半点钟啊、一点钟的时间呢。伊去主持盲人的迄个节目吼，主持几啊年哦，到尾也听讲有通上去要争取迄个金钟奖啊，什么奖啊呢？哦，所以这集拉拉杂杂就是讲，咱人一生的中间吼，真正不是一条易路吼，不是一条简单的路了吼。所以这条路，这条歌英语叫做 "It's not an easy road"， 这不是一条容易的路吼。所以北京伊讲不是一条易路吼。啊，英文叫做 "It's not an easy road"， 但是伫这个 "It's not an easy road" 中间呢，咱若准有适当的知遇之恩啦吼，我拄啊这个，我感觉讲咱一生拢有些知遇之恩哦，伊若有适当时机，伊甲你鼓励也好，伊替你祈祷也好，伊替你安排一个场所也好，一个你会当去发挥的舞台也好。迄拢是咱一生吼，一个真大个福气。啊，今日讲到这吼，唔忘你的一生也有同款，甲我有即款个知遇之恩。啊，我唔忘上帝祝福我拄仔所讲个这，啊，佫有可能我无提起个人，哦，上帝祝福恁，因为有恁才有我，多谢。